你的要求我已经全部完成了，希望你不要食言。久违了言，比起那个懦弱无能的弟弟，我更喜欢眼前的这个齐小轩。你究竟想用什么办法解除咒术封印？魂境就算砸得再粉碎，蒋希慈也有办法再次修好。是啊。 陈海岩，陈海岩，阿兄弟，一辈子，陈海岩，阿兄弟，一辈子。返魂归境，听我敕令，体为小轩，言退前营，驱邪复魅，元神归一。